今天老妈又要带我出去混了，她要带我去史丹顿岛玩。史丹顿岛是纽约市的一个岛屿，位于曼哈顿以南的纽约港内，在新泽西州及布鲁克林之间。这座岛的整体呈三角形，海岸线约长56公里，面积155平方公里。岛上风景优美，隔海望去可以看到曼哈顿的南部新泽西州，北边可以看到布鲁克林区。玩了一圈，快要傍晚的时候，妈妈对我说，走，我带你到我朋友开的餐馆吃饭去。我说，老妈你可真行，在这岛上你还有朋友还开餐馆，这岛上能有什么好餐馆啊？老妈笑笑说，你先别怀疑，等到了你就知道好不好了。嚯，这餐馆看起来还挺气派的，真大呀。老妈的朋友早早的就在餐馆里头等候我们了，已经摆好了桌子，就等我们到来了。过一会儿我才知道，这里不仅菜好，环境好，老板娘人更好。老妈带我去的地方从来不会让我失望。曾经以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，撕开后展开旅程，投入另外一个陌生。这样飘荡多少天，这样孤独多少年，终点又回到起点，到现在才发觉。哦，路过的人我早已忘记，经过的事已随风而去，移动的心已渐渐平息，疲惫的我是否有缘和你相依。曾经以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，撕开后展开旅程，投入另外一个陌生。这样飘荡多少天，这样孤独多少年，终点又回到起点，到现在才发觉。哦，路过的人我早已忘记，经过的事已随风而去，移动的心已渐渐平息，疲惫的我是否有缘和你相依。